今晚荣誉的32号战袍又将揭开神秘面纱，谁将最终披上32号黄金战袍，光荣出战？杨家将重装出击，导师考核，大结局一触即发。我的队伍很强，今晚要给他们瞧瞧我们的力。杨坤战队的学员有。杨坤从庾澄庆、刘欢手中争取到他的第一个学员，嗓音独特的东北农民邹宏宇。生活中的小个子，舞台上的小巨人武佳丽。来自重庆的幸福超人奶爸张伟奇。杨坤还选择了想证明自己声音的平面模特丁丁。承载父亲音乐梦想的大男孩平安，渴望登上更大舞台的青岛伴唱女孩倪亚峰，为爱痴狂的木讷编曲金志文，自学吉他的可爱法语系女孩汪洋，为音乐梦想最后一搏的会计专业男孩丁少华，热爱音乐的深圳大龄剩女尼克，为音乐领悟的歌手关喆，梦想成为歌手的小镇男孩周李虎，第一次回到故乡的18岁美籍华裔黄一，最后是想用音乐证明自己的货车司机曹隐。我要给我的队员尽可能多的帮助，来获得最终的胜利。我带来了我最好的帮手，我想听到最好的发挥。14组学员两两飙歌，一决胜负。只有真正的实力上将才能进入到最后。最后四个黄金梦想席位究竟花落谁家？这是一场音乐的战斗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。今晚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。